我们常讲嘛，警察抓人，法官放人。现在更好笑，警察抓人，法官轻判，千狱纵容，要怎么看怎么看，要逃狱就逃狱，逃狱了还不敢回报。直到发生了这一件杀警案，你们不知道哪一个人，我忘记了，给我讲，居然敢杀警，一定要判死刑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不要杀到警察，只要不要杀到做官的，小老百姓怎么杀？你们都随便，你们这些狗官啊，可以去看这两年的判刑，一大堆把人烧啦，把人杀的乱七八糟，都可以被教化。我从以前骂到现在，我到现在还不赞成的就是废死啊！这一种像我这种杀人未遂，还拿一把自制手枪，一个判七年，一个判八年。各位知道我们里面还有四五十个死刑犯吗？永远都不会执行，就是你判他死刑了，他还是不执行。我跟大家讲，为什么他都不愿意修改这些法律的东西？蓝绿都一样啊，不是贪污吗？就乱搞嘛，不然就下面养一大堆黑道嘛。所以总有一天火会烧来自己身上，所以他不愿意改啊。我们常讲嘛，警察抓人，法官放人。现在更好笑，警察抓人，法官轻判，千狱纵容，要怎么看怎么。怎么看？要逃狱就逃狱，逃狱了还不敢回报，直到发生了这一件杀警案，这么多人跑了，他也不通报，我们社会大众都不知道。如果今天跑了一个杀人犯，今天跑了一个变态犯，今天跑了一个强奸犯，你为什么不赶快通报、赶快抓？直到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们才知道台湾的法律真他妈的，我们现在看一看，真他妈的有够烂。司法改革简直是个笑话，司法改革嘛，里面原来是这么腐败，从外役监、从各个监狱的管理，我相信都出了非常大的问题。馆长一向很。支持警察，你们不知道哪一个人，我忘记了，给我讲，居然敢杀警，一定要判死刑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不要杀到警察，只要不要杀到做官的，小老百姓怎么杀？你们都随便，你们这些狗官啊，可以去看这两年的判刑，一大堆把人烧啦，把人杀的乱七八糟，都可以被教化。你意思就是说，杀警就要判死刑，不杀警都是免死。我从以前骂到现在，我到现在还不赞成的就是废死啊。这一种法律制度，这一种警察制度，这一种杀人免死制度，这一种像我这种杀人未遂还拿一把自制手枪，一个判七年，一个判八年，杀人未遂加持有枪械，还开枪杀人，有计划性的，我真的不懂执政党对于矫正署、对于司法到底在做什么。非常好笑的是，这都打脸你讲出来的政策。第一个叫社会安全网，第二个我要给小灯泡一个清白，司法改革改在哪里？民进党到现在执政了六年，执行了多少次死刑？判死刑是一回事，执行又是一回事。各位知道我们里面还有四五十个死刑犯吗？永远都不会执行，就是你判他死刑了，他还是不执行，因为司法部长要签，没有人要签，还是不执行。你判他死刑，他是不会执行的，叫死刑。司法部长出来就一副好像哦，我们检讨啊，哦就这样啊，怎么检讨？如果今天是警察做错事，拔官的拔官，调职的调职，开除的开除，记过的记过。我跟大家讲，为什么他都不愿意修改这些法律的东西？蓝绿都一样啊，下面都有自己的黑社会啊，下面都有自己贪赃枉法，下面都有自己权贵啊，难保会出事吧？不是贪污吗？就乱搞嘛，不然就下面养一大堆黑道嘛。所以总有一天火会烧来自己身上，所以他不愿意改啊。你改了，他们以后哪有外衣间可以关？你改了以后，火烧到他身上的时候，或者烧到他朋友的时候，或者烧到他养到的那些黑道的时候，不是很麻烦吗？想要怎样就怎样。你们这些立委到底在干嘛？